珍惜每一秒，每一分钟，每一天，珍惜每一段缘分。我经常跟大家讲，人间的哲理就是佛法。我们说糊涂人聪明一世，聪明人一世糊涂。你赚了人家的便宜，人家一定会赚你的便宜。所以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，给别人多赚一点，你就是一个智慧之人。你能够经常包容别人，处事不执着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这个世界谁是英雄？我们一生从无到有，又从有到无，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唯有放下，这样才能在精神上得到解脱呀。慈悲观世音。